好，欢迎点击阿春视频啊！本期继续给大家带来一期这个生化的一个视频啊。好，那么一进来呢，这个英雄就出来了啊。然后我们是一个小僵尸啊，那我们就不给他们这个送人头了啊。我们来先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。那么这个电脑还是有点卡，哎，我们这个先加加速啊。好，那么好久没有发爆破了，下一期啊给大家发一期爆破的啊。然后有粉丝说为什么就是我发视频太单一了，就除了生化爆破好像不怎么打别的。然后我看一下情况，可能就是有粉丝喜欢看刀锋战士啊，或者是大头英雄这样的啊，我也会是这个多多少少的发一些吧。好，那么主要还是发爆破，然后生化啊，这两个啊，因为我感觉生化这个点击量比较高，而且这个也是娱乐性比较高。然后爆破呢，爆破是我的一个主线啊，也是要肯定要坚持下去的，所以说这两个会发的比较多啊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基本就这两个的。然后像什么大头英雄啊、刀锋战士啊这些，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也可以发一些。好，那么好，第一回合我们没有变，哎，人品真是爆了这不科学，按说应该变的。这个家伙卡了啊，捅他菊花，哎，怎么捅了两下不死啊？上刀，好，哎，把这挂机也打死了啊，没办法，谁让你掉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最烦的这个疾风起来了啊，他自己掉下去了，哎，他红了，哎，漂亮，这个队友拿小刀把他干掉了，六六六。好，底下有一个红的，注意底下有一个红的，啊！呀呀呀呀！我去，这什么时候给我过来的？啊，我都没有看到，我的注意力一直在那个闪红的胖子身上，他这好像没有买血清是吧？啊，这个地图呢，这个广告牌好像被修改了啊！我也是最近才知道，好像跳不上，现在跳不上去了，它修改啊变高了一点，啊，我们试一下。我去，没有跳起来，这个可能必须开加速才能跳上去了。好，这有一个人自己跳下来了，哎，跳下来两个，那这就不赖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自己跳下来就不赖我了。好的，哎，把这给抓了，把这给抓了啊，好吧，被队友，哎，被我抓了是吧？好，那，哎呀，啊，打死算了，我比较烦这个疾风起。胖子啊，虽然不是很怕，但是他毕竟有一个绿盾啊，有这个绿盾的话，打他都不往后退。哎呦，我去嘞！这个看来还是得随时注意这个周围啊，一眨眼不见就从后面上来了。这个地图我不知道哪个地方能比较安全的躲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个人，要死要死，他要上刀了！哎，我让你上刀，哎，把他抓掉了啊！好，这样我们还是躲在上面的那个，上面的那个台子里，台子上吧。这个广告牌不能跳了以后，就感觉没什么地方好躲了。这个人在这里干啥呀？好，我变母体了啊，运气也是不是很好。好了，但是抓了一个人，让我给碰上，就算你倒霉了。别喝，没刺到。好，那我们就躲这里了。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再来跳一下是吧？跳一下这广告牌吧。啊，好像确实跳不上去了。好的，这个位置暂时来讲是比较安全的啊，比较安全的。虽然闪红了，但我也刀不了他，所以说有。幺幺幺，好像有人在牌子那边隔着瓦我是吧？这个东西能穿透吗？应该穿。好，来了一个，他自己掉下去了。看我们撑到最后。哎，有个闪红了，注意他闪红了，走，好，哎，抓，打，砍死了以后赶紧跑，哎，赶紧跑，后面肯定有一堆人在追，果然，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闪光，哎呀，拿错了。火力全开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又一个闪红了啊！胖子闪红了还敢嘚瑟，走！哎呀，我讨厌疾风体，我讨厌疾风体，哎，给你绕一下。好的。哎呀呀呀，这人太多了啊，人太多了。
哎，这家伙在干什么？哎，对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，哎呦呵，这刀那个挂机的，好好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几秒钟就要变这个英雄了啊！哎，我们这个复活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，哎呀，我靠，闪开，不要坑我，不要坑我好吗？我去，快变快点，还有1 2 3 go fuck 啊！又是在最后一秒钟被抓的啊！这个人太多了，简直就是这个，简直就是一个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只能，好，这有个两星的，啊，两星的不好对付啊，嘿，哎，别跑，哎，别跑，榴弹的，啊，不行，这个两星的有点厉害啊，好，你看我们，他两炮给我们炸的只剩400滴血了，啊，这要死的节奏，嘿，看我能抓他一下吧，来，再让我抓一下，让我抓一下，啊，没有抓到，啊，不给他送人头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虽然说是没有变成英雄，但是我们的分是来到了第三名。好，人类获得胜利啊！好，这次呢，换一个武器啊，我们来看这个气锤，气锤巨蟒加军蝉呢，这个是我刚刚从仓库里这个翻出来的。气锤近距离还是比较厉害的啊，后面这个人队友变僵尸了，默哀啊，默哀。听声音还是非常霸气的，这边怎么会有一个枪呢？说明这边肯定有个人变了。好，看我们来一块守这个。好，这个气锤还是比较厉害的，威力比较大，近距离来讲。我们去找一下队友吧。好，我们随时准备跳下去啊。哎呀，好烦呐！温度又太高了啊！有什么好高的，我就不明白。要死！哎呀，把鲁大师关了啊！这鲁大师整天在这报警，你报个毛警？温度高就温度高呗，有本事你给我烧了呀！好，啊好，这个 ACE 在这里，哇，好溜的样子，要刀我了！你看他绝对要刀我，要刀我了！哎，我让你刀好，哎，其实也差一点啊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被刀了。啊，还是玩这个 AK 吧。有脚步啊，好队友。我们躲这里。哎，躲这个地方啊，太机智了，太机智了。这个挂机的，哎，我们过。我靠！本来不想过去，这是逼我过去啊！谢他，你就不能让我把这个刀了，你再抓我吗？真的是好烦的啊！这个地图我感觉不好打，太小了，啊，不知道躲哪里啊。其实最好就是跟大街上再跟他们这个，啊，就是在大街上跟他们绕。你这个地图没什么地方好躲的。啊，你看像这个人，啊，他被抓了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哎 ，got you， 好变 ，nice， 非常 nice， 好的，哎，我们非常及时的变成了这个，哈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好，我们就在这儿了啊！啊，就我一个英雄，那我这不是五星吗？哎，对不对？哎，直接干母体，来母体呢？哎，一刀一个，好，不愧是五星啊！其实我也不知道几星，应该是五星啊，反正一刀一个啊！好，母体来了，母体来了啊，母体来了！我靠，哎呀，好卡呀，好卡呀！啊，算了，不用重击了，用轻击。乱砍，我看能砍着吧。嗯，我现在有14万滴血，不对，14000滴血。好，我就跟他们绕啊。这个母体傻，他不会上爪子，其实上爪子比较好。好，我不知不觉已经砍死了一堆了。好的，人类获得胜利啊！不愧是四星英雄，就是皮厚啊。再加速，太卡了。好。啊，这个地方看能跳下去。哎，这不是能跳上来吗？谁跟我讲跳不上去？我靠，这倒霉的，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好啊！这是哪里啊？哎，有个人在追我，他就要死了。我跟你讲，他这就要死是吧？哎，想跑看没有？想跑，哎，跑就跑吧啊！我让你跑，又来了一个，哎，绕你，嘿，啊，还是上刀吧，走，哎，没砍到，不要急，再来一刀。中刀，好的。
那你看没有这个啊？我的裤衩被我的这个血清被抓了啊！不要紧啊，这个不要紧。胖子，这个胖子不注意屁股啊，我们躲这里啊。这个地方我估计应该没几个人会过来看吧？哎，我这是心理安慰啊，说不定他们都知道我在这里。哎，这里又有个挂机的。嘿嘿嘿嘿，不好意思啊，你挂机就不能来。哎呦呵，哎呦怎么活了啊？活了也得死。哎呀呀呀，好吧，底下跳来一个啊，好，他被一群人追赶着，好，他跪了。哎，仔细观察这个地图，其实变人了以后不大好看，因为这个地是个白色的，他那个人一透明就看不清，看不见。好。喂，啊，这次再换一个玩啊，玩下狙，好，玩下狙。这个地图玩狙没什么地方躲，好像啊，好像没什么地方。哎，登山镐啊，登山镐，嘿，我擦，又变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挂机的。哎，你真是太善良了，怎么忽然活了？哎，活也来不及了。好，那么复活在了这个地方，他红了，哎，直接上，没有，直接上。啊，算了，不作死了啊，毕竟后边有人在追着我。呀呵，哎呦，怎么掉下来了？这不科学，不要回头。哎，这是掩耳盗铃的行为啊！这个地图打狙应该是需要队友的掩护的，一个人应该不是很好守啊，还是不要打狙了。我这个狙本来就不准。好，那看一看有没有单个的。这个只要他们不是在一块守，就很容易突破。一个人守的话，守不住的。听到枪声，在哪呢？好，看好了，我们要旋转跳过去。哎呀，啊，等他自己跳下来，哎，他不跳，竟然跳下来给我送个人头也好啊。哎，这里竟然躲着一个，想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一个，对不对？不是一个好位置，还是 AK 吧。哎，这个闪红的，嘿，哎呦，妖怪哪里跑？妖孽哪里跑？啊，我们的血清没了。哎呦喂，这个偷的一个好菊花呀！那我们就这个，这一局游戏还有两个回合了，那这一期就打完这一局算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跳到上面啊，跳到上面以后，哎，又失败了啊！哟呵，都变了。哎，对，我靠，这个是怎么过来的？这个是怎么过来的？啊，这里有一个啊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啊，哎，自己掉下来了，哎，自己掉下来了就不赖我了啊，光头强啊，好，哎呦我去，到处都是人，我真的是不知道往哪躲了，到处都是人，啊，我们一个人守这里能守住吗？我觉得够呛。那里好，我的舍友让我到这里来，我觉得也是。我靠，这里怎么躲着一个？捅你！我去！醉了！哎呦哎呦呦呦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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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呦呦呦！哎，刚才跳的时候卡了一下，没跳起来。好，没事，刚才搞死一个挂机的啊！发现这个房间挂机的真是多，这怎么想的？好，这里有一个。哇，这是个机关枪啊！哎，嘿，看到没有？身法好，他换子弹了，上！哎呦，这好像不是机关枪，他要上刀了！哎，让你上刀，好的。哎，这个树没了，哎，我刚刚发现这个树没了。好，暴露自己位置了，这不是个好事，其实。哎，渣渣走路不看路，看着。呜呼！哎，这就没办法了。这里躲着一个啊，这里躲两个。
这个要怎么抓呢？哎，这怎么上去的？这个怎么上去啊？啊，先跳这里，然后再跳这里。shit， 好，最后一秒钟把他抓了啊！虽然我没有变回来，但是至少少了一个英雄就好对付了。好，那这边这个英雄也被抓死了。好，还有这边还有这边还有一个三星的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在哪？还有一个啊，在这儿啊，这两星的啊，先搞两星的吧。哎呦呦呦，你这个位置不错，你这个位置不错。哇靠，太机智了，他这个位置太机智了，我去。他在这个地方只要一个劲儿往脚底下放炮，这个一靠近就被炸死啊！太机智了，太机智了。六六六六六，对，只能看母体的了。来看看母体啊，看看母体。哇靠，这个母体傻呀，他竟然跳起来抓，这很明显应该是从那蹲过去抓。好，那这让这两个英雄生存下来了。啊，我们来到第十二回合，看看这一局玩什么啊？雷霆之怒，哎，还是玩 AK 吧。这张怎么进来呢？我们也进来玩一玩，这张不是很安全吧？当然会。嗯，好，那就不在这儿了。我感觉这个图还是在大街上走比较好，你越躲他越那个什么。哎，母体来了，哎，红了，他红了。不要急，这个母体红了，这个母体一定要让我搞死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让我搞死。哎，好了，没有了母体，那我们就很轻松了啊。啊，母体搞死以后啊，这个基本就包括以后变英雄就会很轻松了啊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在大街上这个瞎逛了。好，啊，然后现在第二个麻烦就是这个小疾风体，好，那里一个闪红的，闪红的我们装没看见，哎，等他自己来找我们，哎，他来了，注意他来了。哎，你看这，我现在这刺刀用的，哎，简直就是炉火纯青啊！刺刀确实很好用，我感觉。哎呀，这坑队友的啊！一旦有人追我，我就慌了啊！就像这种，尤其是开这个暴走的，开这个暴走窜的太快了啊！这一局还是争取当个人类，毕竟母体被干死了。如果咱们让他们变了英雄。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棘手。奇怪，怎么看不到人呢？躲哪里了这是？啊，这里，好，这里我看到了。哎，给我留着这个人头，给我留着。哎呀，啊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哎，我看到你了，还躲，哎，我靠，目标竟然无敌，哎，我让你无敌，我去，怎么又复活在这上？好，希望他们眼神不好，没有看到我啊。哎，你还没有看到我吧？哎，有人看到我了，去。看到我的都得死啊！变！我靠，差一点啊，就差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成功的变了英雄啊。那这个没有母体，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哈。我们就在这等着啊，就在这上面等着吧，就在这等着。来，谁与争锋啊？我去找队友吧。哟呵，这里怎么会躲着一个呢？还有这个，哎呦，别蹦的好不好？好的。还有谁？啊，母体来了啊！不对，母体来了，队友来了，来防队友打一下。好，来是个双人配合。哎，这个榴弹加这个剑的配合。好了，最后一个人头是我的。哎呵，好的，那英这个变异体全部被歼灭掉了啊。好，那来到了最后一回合，我们这个第一也是比较稳了，这次看一下跳到，哎呀，没跳上去，那我们就躲这里了。要变啊！果然变了啊！我就知道，我已经连续好几回合没变了，我也觉得不大正常啊！我靠，这次他们都躲了这么集中的地方，那就很难办了。那我们就得先找单崩的啊，没有单崩的啊，肯定有单崩的。哇，那看来都是躲这里了，那我们只能强行突破了。来，让我们硬着头皮上！我勒个去，这么多人，呵呵，这直接就是不行啊！好，我们从这边这个地方，哎，从这个地方，从他侧面穿过去。好的，
这啊 ，shit， 他竟然有血清，失算失算啊，没事再来一次。他竟然有血清，这就很不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知道那个就是那个，哎，你看这家伙就是作死，哎呦，怎么关键时刻不给力、啊？好的，哎，全抓下来了，全抓下来了，给我留一个好不好？我去，这个人头全被抢了。好，那么最后一盒也是就这么结束了啊。我们最后是一个1018。好，那么这个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啊。然后我们下期就发一期爆破啊。如果这个大家想看什么地图的呢，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。那我估计还是想看沙漠的多啊。如果大家这个没有特别的那个别的，没有特别别的喜欢看的地图啊，我就要发沙漠啊，发一期沙漠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啊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